学校地震了。对。那老师说什么要怎么办？躲在桌子下面。妈妈，鸡受伤了。妈妈，谁？佩佩老师受伤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佩佩老师他走楼梯不小心跌倒受伤。你怎么知道了？教教喽。你怎么知道了？弟弟告诉我。是哦，佩佩老师怎么了？走楼梯不小心摔倒。哦，那地震的时候你有躲在哪里吗？我在外面。你在外面哦？你没有躲、哦、那水还在外面。那我这个怎么办？顾伦安也躲在外面。那奈奈你有躲起来桌子底下吗？没有。哈，所以是弟弟没有躲桌子底下，弟弟在外面跟郭仁安在一起。还有张正宏，张正宏也在外面没有躲。嗯、那谁有躲在桌子底下？妈妈可以躲在桌子底下。嗯，莹莹躲在桌子底下，亮亮呢？麦子哦。妈妈，我们今天。王博勋呢？好，躲在那里。好，那你去跟弟弟躲起来，姐姐躲起来，躲桌子底下哦。黏黏的，嗯，这叫黏黏的。